等一下就要8点了，8点开会，我们来录个像，看一看各位新学员、新同事的新气象。来来来，看一看。来，这位同事，你正在学习啥？电脑。别看。我们的电脑。暴露了水性。真的是，从小就深受日本文化的洗礼。对，来来来，我来问你，最近几天培训学到了啥？有什么感悟？感触良多。说。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声音大一点。声音大一点。不能，换个吧。啊。这以后领导怎么提拔你？你还肯定要问你感悟啊。对呀。赶快讲，这几天你培训有啥的有啥收获？对，还有感觉到公司的任务重大，责任重大，感到自己有今后责任重大，必须要好好学习。以后咱们就是开中国最大的那个叫什么提粮机、运粮机了。好好为公司、为项目做贡献，发挥余光余热。你就不能大一点吗？一想到这里，就突然动力无限。有才，感觉到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，就是工资低，别的没什么困难。这就扎心了，工资低，觉得别的没什么困难，我觉得，别的困难真的全部必须克服，啊。瞧一瞧，我们公司的会议室。